看我熊猫又在看手机呢，小熊猫、你怎么又在看手机啊？妈妈，我想要这个。想要哪个啊？我的妈呀，天天看手机，要这个要那个。咦，这小鸟会唱歌，还会讲故事。打喷嚏。哎，让他打喷嚏，他还会打喷嚏。啊，叫他唱歌，他唱歌。这个小鸟挺好玩的，是不是呀？妈妈，你给我买一个吧。想要啦、买一个也行，但是以后呢，写作业不能拖拖拉拉的，行不行？行啊，那我给你买一个。快递到了，小心宝，小心宝、你的姑姑鸟到货了，要不要啊？要啊，走，拆去。来，给我新宝打开，打开。噔噔，你看，它呀会唱歌，还会动翅膀，还会跟读学习。哇，这个不错啊，打开，打开。哇，这是个表带，这是绳子挂在脖子上的绳，这是充电的，哦，最后这个是咕咕鸟，里面还有个说明书。哇，你别说这个咕咕鸟好精致啊，看，质感很好。来，这个表带组装起来也非常的简单，从这里穿过去就可以。哎，你看，然后就这样系上。新宝，咱们试一试，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听话，行不行啊？好嘞。唱首歌，我的手拜拜呀，带球拍，还真会唱唱歌哎，打喷嚏，还真会打喷嚏哎，哇，还能吹口哨，他还会学说话哟，你看小心宝，小心宝，那也太可爱了吧，妈妈，太可爱了吧，妈妈，讲个故事，龟兔赛跑。乌龟与兔子好听话呀，兔子还会古诗，诗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是吧？嗯，他呀还能唱歌，还能讲故事，还会古诗，而且还能对话，功能真的是太多了。